姐姐，我要吃帝王蟹。帝王蟹那么贵，我们怎么吃得起啊？我就要吃。哎，有办法了，等着，姐姐给你做一个。Later。等等等等，快尝尝！哇，好大的螃蟹啊！长子，好啊，你们俩没钱交房租，躲在这吃帝王蟹是吧？拿来吧你！哎，房子说不是的。好大的肉钳子，咬一口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是馒头啊？气死我了！慢慢吃吧你们。你看你脸都吃圆了。真的吗？对呀，给我吃一口。哎呀，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？我姐姐已经三天没有营业了，天天在店里和江小白，你快去看看她吧。啊，这个臭丫头，走，看看去。我想每年的冬天和你一起吃火锅，一起喝江小白，一起放烟花，一起看雪。包子红，你看。小王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做生意啊？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我失恋了。失恋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你房贷车贷还了吗？妹妹的学费交了吗？冬天吃的大白菜买了吗？最重要的是我的房租，房租，房租！你已经几个月没有交我的房租